本乡在街头寻找男女单身餐饮街头 CP 配对，让我们一起看看会发生什么惊喜吧。Hello，Hello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就是现在吗？有。我现在大一，单身了得有一年半多了。十九吧，演小品，演舞台剧的。颜值过得去就好，然后不要太内向，不要太凶吧，因为我很怕凶的。还想着闯荡的旅程，现在感觉好小啊，不会是未成年吧？就像十八岁左右的样子，感觉挺奶的。其实有的地方抢拍，如果满分十分的话，我打八分吧。有天我睡醒，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。我感觉他有点凶啊，你挺酷的吧？应该，我希望他穿的长袖，因为有点冷。唱，其实我唱 rap 比较多，稍微 hip hop 一点的这样。嗯，唱福克斯的吧。飞行随笔。我的歌词不限格式模式，不跟押韵走。我的风格赋予大众，大众以我中心走。我的歌词不限模式，唱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是我乐意，我也不想杀了一个夏天风景所共进所憧憬的人，配不上虚伪拙劣的崇敬爱。请用的发挥作品的三秒原理，俗人只爱着。对不起，卡壳了，有点害怕。小忐忑吧。对，见我会不会锤我？就挺高的，不是，是很高。不是一米七七吗？啊，我长高了吗？我是挺高，他就是高啊，我没敢站直。他好高啊，他真的好高，他真的好可爱。这么多 rap， 你为什么要唱福克斯的歌？不行吗？可以，啊，他好凶啊！飞行随笔，我唱你的飞行随笔啊！啊，不是，啊，这么夸张吗？啊。怎么会啊？怎么会啊？我唱的这个，唱的也是这一段。不行，真的唱。哎呀，他不信。拉开差距，明显差异。舞台作品内容滑稽，钟爱加戏，点名华丽。Eminem 看了之后都要倒吸一口凉气。我的话也说得好听，人也平和谦逊，不需要华而不实的文凭。哎，你唱呀，你不害怕？总说的过分了，经历过剩了。Hip Hop 的 Lower Piece 被我丢得一干二净了。你要取消关注了，我就想要切割了。但你是否真的了解到这层文化的精神内核？你想看看、探探，错对先不管，要评价冰箱的好坏，先学会制冷再判断。我作为从业者，你只是爱好者，井底之蛙，乐于给予别人无知的判断。对不起。唱错了，对不起，有点尴尬。我感觉他还是好凶啊！啊，可以啊，没有吧？没有，我很，对不起，没有，我就是有点紧张啊，我自闭吗？那啊，没有吧？我自闭吗？自啊，我自闭了啊，我自闭啊，没有吧？没有。对视。嗯嗯，我觉得他能被我吓哭。我嗯，没有吧？OK， 好。吓死我！对不起。他好凶啊！对啊。求求！还好，他好像也没有很凶吧，就是有点，有点凶。对，接触一段时间，看这个人的性格。其实我还好吧，就是其实凶。好，我替他回了。只是看他不会。我、哦、哎呀，不是啦，听我说完。对，可能会吧。那可能我比较啊，因为今天把我冷到了，所以就不希望就有人冷到啊。而且你刚好又问我他穿的什么，我就想一想，如果穿短袖会很冷吧？穿长袖外套刚好可以借给你穿。